广湖县政府消防局于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六点左右受理民众报案，指出西屿乡横礁村渔翁岛游客中心附近疑似有杂草燃烧的情形。消防局获报之后，立即派遣西屿分队消防与救护车辆，共两车四人前往抢救，由分队长庄仁贤现场指挥。警务人员到达现场后回报，现场为渔翁岛游客中心旁边的鱼跃有余带面石斑艺术造景区木栈道起火燃烧。警务人员立即部署一水线抢救。 整起火势约三分钟左右，随即扑灭。现场燃烧木质木栈道约三平方公尺，初步未波及逾月有鱼，带面石板艺术品。该案起火原因及财务损失，由消防局火灾调查人员进行后续调查处理。记者陈荣玉报道。